来到现场哈，来到现场，来我们的平南山，谢谢。面哈，我们要站在红毯外侧哦，麻烦你们，谢谢你们哦。来，先欢迎我们的校脚队。来自瑞芳周家，我们的校脚队哦。来这边恭迎我们关将手。现在呢，大家看到进入到我们淡水平安师的庆在红毯前的是我们的关将手。那关将手是我们地藏王菩萨的护卫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阴间的刑警哦。所以呢，他们呢的脸谱位为什么是刑警？然后人家说呢，讲善罚恶。那呢，他们呢的脸谱部分哦，是由我们的真神两将军哦。那在呢，真神两将军是以红色的脸谱呢，代表的是真将军哦。然后呢，绿色的脸谱代表的是我们的沈将军哦。关将手，那很多人呢会搞不清楚关将手跟八家将有什么不一样哦。其实呢，刚开始你可能很难从他的脸谱或者是从他的服装去判别他到底是八家将还是关将手。在这边呢，教大家一个最容易判别的方式，就是你看他的嘴巴有没有咬着獠牙哦。八家将是没有咬獠牙的，关将手呢，他是有咬着獠牙的。所以呢，你如果说从脸谱上面还有他们装扮步伐上面没有办法判别他是关将手还是八家将的话，这是教大家一个最容易判别的一个方式哈。来，恭迎恭迎淡水，我们三圣会，我们的圣驾莅临到我们淡水平安师的庆葬红毯。来恭迎我们淡水二圣会哦，谢谢谢谢，感恩谢谢，辛苦了，谢谢哦，谢谢。来恭迎淡水鲁班宫我们列位神尊圣驾莅临。来恭迎
鲁班公巧圣先师圣驾恭迎。